叫人生赢家啦。当我仲喺度搬紧砖嘅时候，我闺蜜已经又有车又有楼啦。今日同我嘅富婆闺蜜去睇楼，讲呢啲我唔系就系你啫，可以啊。你知道吗？当初买这里就是看中这个湖景，而且后面还有展旗峰哦。等等等等，看一下哦。虽然是93方，但这个景观是不是完全不输千万豪宅呢？对呀、啊，这个阳台直出嚟就系一个湖景啊！落班翻嚟探杯 friend， 坐喺个阳台度吹住个风，几小资啊！呢间屋坐喺个客厅打开个窗，飘到啲湖风啊扑面而嚟啊！你话啊，同人哋讲屋企有个湖，几有 face 啊！270度嘅大飘窗，无论晴天、阴天、落雨天，我都可以陪喺你身边。俾人房留翻俾我闺蜜啦，呢间房咧我哋就攞嚟做衣帽间，仲有呢间咧我住啱啱好啦，我仲可以望到一个一线湖景。呢、這个场我就留翻俾你啦，我未打算咁快做人妻，你煮嘢食俾我食差唔多。咁我又要去 shopping， 要去边度啊？你看那边就是正在建的加多广场啦，而且你看湖边小学到高中一应俱全，以后你家的小朋友就托管到我这里了。哎，我呢度去广州只需要20分钟咋，我呢个两地跑嘅候鸟终于有头家啦，快啲点关注啦。